他们的选手打球小动作多又脏。Mente 去撞到了黄春雄，哦，黄春雄这一拳打下来呢，打在 Mente 的头上。中华职篮元老级球员黄春雄狠狠一记右勾拳，重重打在菲律宾球员头上。之前呢，他拿到球之后，他是推到自己的队友 Mente 去撞到了黄春雄。哦，黄春雄这一拳打下来呢，打在 Mente 的头上，右勾拳加一分。不过闪了一拳，不过现在两边干起来了。火爆场面再一次刺激台菲关系，两边干起来了。哇，这可能是琼斯杯在之前跟韩国队一码归一码，就怕模糊焦点。体育署说尊重个人立场，抵制非国球员来台参赛。跟对方跟中华队打起来了。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保安人赶快请进球场，要不然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员受伤了。现在我们要目前暂不考虑。 TVBS 新闻王伟凡、郑雅文台北采访报道。对打的情况下，第二度在琼斯杯有这种火爆的动作，而且有人拳打脚踢。现在还88年琼斯杯男篮预赛，中华队碰上菲律宾，这一战堪称台菲大乱斗。菲律宾球员不打球，搞小动作，惹毛黄春雄，一拳 K 下去，两边都失控。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保安人赶快请进球场，要不然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员受伤了。观众手上的保特瓶全场满天飞，裁判宣布没收比赛。这场战役也创下当年琼斯杯举办20年第一支球队没有打完赛程就逃离回国的历史记录。14年过去了，也回国一拳的阿三哥。这场比赛打到这样子的情况呢，两边的情绪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掌控到，而造成呢最后一打架收场。我们也非常的幸运，这椅子并没有砸到。好爽快的一记右拳，黄春雄也因为这一次保安全进来，一片混乱，完全的混乱。好，现在场面太混乱了，我们要先请观众们休息一下，再回到我们比赛现场。